没有涂脸，涂到一半。哎呦，咱俩穿双鞋。我穿个袜子吧。那你晚上去了？那不是给那个台湾朋友干活吗？哦，装修是吗？嗯。哎呀，你看豆姐给我带了个什么好东西，她说他们家没地方放，要放我，先放我这里。哎呀，哎我还有一个小不点在车上，哈哈，差点给遗忘了。她刚才在车里面一直叫妈妈妈妈，又是一动不动的。在当小木偶呢。嗯，是呀。来下来。下来你干嘛呢？思考者是吗？最近怎么不见豆姐啊？哎呀，大病初愈。哎呀，这叫什么？这个叫做财多身子弱。财多身子弱有这么个词吗？对啊，他们广东人很喜欢说嘛。是吗？嗯。哇塞，那林黛玉是不是很有钱啊？那个年代不算。那个年代不算。有没瘦了？没瘦，一点都没瘦。那你这病的也没作用啊。躺在那儿净吃了，你知道吗？削个苹果，但我还想吃个橙子。又假装的听不见你啊。哎呀，很文雅，动都不动的。哇塞，一切都是假象。但是他眼睛真。嗯。眼睛。你说我在靠眼睛在思考。哎呀。丫丫，发型乱了，丫丫，丫丫可以动了。丫丫，哎，你这生病的日期也没耽误你买买买啊？没有，生病前买的，生病当天到的。哦，就一直没拆开。星期二到，上周二到的。又买啥？看一下豆姐又买啥？买了裤子，三条都是裤子吗？对。哇塞，你这跟最近跟裤子过不去啦？那个。没有，正好那天他推送嘛，就是那个 app 推送，然后我看了看，我就买了。我想不合适，到时候再退喽。裤子啊？怎么这么硬的材质？我也不知道。买了几号？八号。29，这是牛仔裤。啥呀，牛仔裤？哎呦，太大太大太大了！太大了！这 ！Oh my god！ 你看吧，这我爸穿的。这男人的西装裤一样，我待会儿试一下。你肯定太大了。我试一下，感受一下吗？我试一下。他太肥了。他就是那种垮垮的，阔腿的那种。这也太阔了，我天，这必须得退这个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你看图片，那个模特穿的很好看，是吧？对。经常妈妈，哎，妍妍宝，你看宝宝哈，妈妈再换上那个试试呗。等妈妈换裤子，妍妍你过来，要不要吃点啥？这个呢？这个是有点条纹的，你看。对。灯芯绒，这个还舒服一点，对吧？这个好舒服啊，穿身上。比那个好看。比那个好看啊。是啊，你那个好像男人西裤一样。哎，对，你别给姐姐拆了啊，妍妍啊。没事，他们都放在这里好久了。是哦。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，偷瞄，来七，嗯，好不好吃西呀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有点大了。我也觉得太大了。你怎么都是买这么大的？这不是现在胖了就预估不好了吗？但是袖子又很短啊，你看。裤子还 OK， 它要是再小一个号，它还能短很多吗？后面有没有 logo 的？有，好小一个。是吗？嗯。那算了，都退了。都退了。嗯。那你帮我退了，嗯，我把卡给你。行。对，实在是太……我说。小姐。我说小豆姐，这三件应该都花了不少钱吧？没有，小爷也没买爱马仕，就买了三点露露，你说说还。看钱，哎呦，你看，还说我富贵了，你这个，你这是不看价格，三点露露都富贵了，姐姐，我要降价二次降三次降价的我才买，哎、知道吗？露露人说了，我就没二次三次降过价，
有，他有二次这样的。是吗？嗯，这姿势。嗯，这钢琴就不管了。钢琴，你待会儿看看放哪儿合适。还是抬到地下室是吗？哎呀，你自己能穿上。哎呦，好棒哦！自己穿衣服，穿鞋子。哎呀，等等等等等。来穿衣服。咦？哎，水杯呢？我是。好啦。好嘞。好啦，拜拜，飞吻。飞吻，跟阿姨拜拜，拜拜的。嗯。头都不回的。好了。太拽了你。太拽了。走。好。啊。啊，拜拜。这雪这么厚，都不知道车能不能开出去。中午因为约了小雅姐姐吃午饭，现在出门一趟。雪好厚啊！小雅姐姐已经到了，她说天气冷，想喝碗有热腾腾的东西暖暖身。今天这个雪哗哗的下。小姐，一个人呀、啊。介不介意我坐下来？建议买单。买单买单。哎呀，美女等我，当然要买单。哇，今天穿得很红哎，过年了是吧？过年了。哎呦，去年就买了，没。去年就有这个红色。就没穿，去年过年买单。我们今天来吃这个。点个小菜。肉夹馍是啥样？就一个馍。不是，他把肉夹馍切碎了、啊、泡在里面。哦，这样子啊。那你那个没吃过、啊、没吃过哎。那要吃。那那个粉呢？它里面有粉丝，哦、有羊肉，然后。陕西风味，真没吃过。泡好的。然后他就这个，然后就这个一碗。啊，一碗。可以，想吃点什么凉菜这边没有小菜。小菜是吧？你推荐呗。今天你来负责点。最近小雅姐姐练瑜伽。天天练吗？一周两练或者三练。坚持了多久啊？已经去了有四五节课了吧。哇，那个里面进去过热的，只要你稍微用一点力，那个汗。蒸桑拿。然后每次练完就感觉哇，怪不得今天这个精神状态很不错。就是过去蒸桑拿挺爽的。昨天我练了个高难度的，它有个叫阴阳瑜伽，然后是难度比我之前练的那个要大一点，腿根本劈不下去。不是，它每节课都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我今天冒着大雪出来跟你吃午餐也是。你每次的天气选都很好。对，不是大雨就是大雪，我都不知道今天会下雪，早知道下雪，明天过两天好像就零上了。对啊，没那么冷。今天早上送他们去上学，然后回来的时候，完了，我差点回不了家了。今天不铲，明天雪铲不动了，都湿了。你用那个嘛，铲雪机啊。那个机太高级了，我不敢。哇，这个红色在镜头里面是非常红。中国红。中国红，但是其实是没那么红的哦。谢谢，我看一下里面有啥哈。热腾腾的，那个馍在哪里？这个就是馍啊。拿勺子吧。然后有一些粉丝、羊肉、木耳，嗯，这个汤看过去挺浓的。可以吧？够了吧？够了，够了。这样，反正也受不了多少。它瘦也不好看。能穿上衣服就好了。要不等会儿去逛逛大王。行啊。我买点早餐。大王现在出了几个面包，蛮好吃的。他们自己家的。他应该找外面代工的。哦。他自己家做的好不好？我这个月又买了100块，又买了一个月的这个瑜伽课，100块钱。他是按月买的吗？都可以。但是你按月就是跟我就算一周去两次吧，一节课他现在有优惠，100块钱一个月，一节课也就十几块钱。我本来刚刚去买排骨的，有个超市特价没买到，卖光了。去大统华吧，走吧。糖心苹果，看一下，是真的有糖心吗？哇，好多。甜一点吧，看着不错啊。嗯。
这价格也不错，40块。没有，今天全买水果啊你？我就水果，肉有啊，肉和菜我都有。哦。买点面包啊，零食。水蜜桃礼盒，哇塞！这个菜，这个白菜我买了，上海苗白菜。排骨要7块钱一磅。哎呀，吃不起，吃不起。哎，就这个猪大排骨超值装啊，11块钱啊，对啊，这超值吗？我早上1.68块一磅的排骨没买到。哪家？Zeros 啊。哦。这个不想买。1块多，450克，半只鸭子。一斤呢，有差不多有一斤呢。买的长。盐水啊，你没吃，你南京人没吃过啊？吃过啊。哦，好吃。好吃。你自己不买点鸭，自己搞个南盐水鸭。那鸭子一只好大，我没有那么大的锅。Costco 有小鸭的。又是 Costco 不是？什么东西？什么糖？珍珠奶茶糖。Bubble tea flavor。加上银脸的，银脸 bubble tea。那这个，那这个，好，走。小燕姐姐满载而归了。哎，那袋是我的。Thank you very much 啊！你强硬，这边。小姐姐还给了好多水果。那个买赞助。我本来就没买两个东西，你看还给我送了水果。哎，我也吃完了。嗯。万一不好吃呢？对吧？